失眠也有用，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你只有你晚上自己知道，要靠自己啊。不是，就说治了以后，你要晚上回去以后，失眠的，你才会知道有效不效。那就看眼睛，跟主体性膜炎可以吗？我本来是两只，那你不是全部都好了吗？没有，那全身都有毛病，全身都。刚才问了一遍，你们都说 OK 了。我全身都有毛病啊，有毛病。你看他最近过敏，整脸都是。刚才我问了一遍，你们都说 OK 了，没有了。透气啊。哦，秀峰收获最大了哦。嗯，我全部有泡吧。这是你的。那是你的吗？比较清楚哦。秘书啊，这是你的吗？不是啊。我一直还有吗？你是运动的旧伤最明显。现在还有。看一下。啊？便秘。慢慢体会，要慢慢体会。对对对。有没有不一样？看得更清楚。我们皱眼是不是右眼？右眼还是蒙蒙？左眼。左眼有比较觉得好，比较亮。亮。嗯。右眼留个纪念。好，一个留纪念，都留纪念。谢谢。那足底筋呢？足底哪一个地方？这边。没有洗脚哎。他会用卫生纸隔离。哦，你是那边。对。现在痛吗？现在痛吗？一个年纪之后，每人会加点针。对对，足底筋膜是退化的，也是退化的一种。他医生说，你那个足底也是很多很多神经跟肌肉去组合的。其实那时候你没有说哪边痛，就是没力什么这些东西。可是你这个，比方像你这个膝盖，其实你还有点圆圆的，像我都是已经不圆了，不圆就代表它退化了，你知道吗？像你还有点圆，那个骨头，怎么看圆？你摸我的一指头。你看摸我的是不是都是有点最尖尖的？没有，没有，肉的。确定了？不是，我是说你就摸骨头，我是全身都坏掉。啊，你越圆润的话，就是它还没有那么尖嘛。那你越沉重，它越圆润的时候，突出的就是它这里动坏，它那个软骨就消失掉了，懂吗？哦，这个是我这边还有。肩膀。张先生，我还可以再弄左肩吗？好吧，可以吗？好吧，可以。